说是香港来的客家人啊？对，你妈妈一半妈妈是客家人，那你从小有没有讲客家话？有听有听，真的吗？嗯，哇，客家人有长那么帅的、啊？客家，哎呦，像我是已经客家人最帅的了。香港的传媒都说你是黎明的接班人，你认为呢？不喜欢那你碰到黎明你会跟他说什么？我祝福你跌倒在街上。他太狠了吧。那郭富城呢？有人说你们长得很像，有点像，感觉如何？我不喜欢。那你觉得自己像谁呢？洪荣宏。那他差太多了吧。那你的大师兄张学友呢？他怎么样呢？很骄傲。会吗？那刘德华应该不错吧？刘德华很皮。是，四大天王你没一个喜欢，人缘非常好的谭校长阿伦呢？很坏。哦，是。欢迎收看我们的贺大兵姚世飞。哎，我们喝咖啡聊是非这个单元推出之后呢，观众朋友反应非常热烈。是的，因为可以聊到偶像一些八卦。可是呢，我们聊八卦要秉着良心，对，不能对艺人呢做人身上的攻击，也不能聊到他呢真正的内心深处伤痛的地方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们每次都请这个八卦事件中的主角，让他到现场来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，到底报纸上登的那些新闻、那些八卦效应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单元有点聊是非，但是也可以让主角到现场呢，现身说法来澄清这个误会。是的，今天马上我们二话不说，我们马上步入主题，介绍这位呢，看他布条已经拉起来了，陈晓东，请滚回香港。什么？心有独钟，陈晓东。那我们主角是谁？大声喊，一起来喊！我们介绍的是陈晓东。大家好，您听说是香港来的客家人啊？对，你妈妈一半妈妈是客家人。那你从小有没有讲客家话？有听有听，真的吗？嗯，哇，客家人有长那么帅的、啊？客家。像我是已经客家人最帅的了。没有你长那么帅的、啊，不简单不简单。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想问陈晓东啦、你小时候一定调皮对不对？我很调皮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您身上撞的都是伤痕累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就是我在公园里面有一个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这个要爬的，可以爬过去，但是我就用我的脚来爬，结果跌倒了，头落地，那么就哎呦。裂开了哦！爸爸妈妈是种田吗？还是不是？那爸爸是做生意、哦、做生意啊？对。哎呦，那小时候环境算是不错了。算是不错。还有、当然啦，报纸上都登的，平常都是三个佣人呢。还有、没有没有。哎，今天佣人怎么没有跟来？干嘛？我还保姆来喂奶。哎，今天这样，我们喝咖啡聊是非，有很多问题。哎，对，要请教陈晓东的。我们观众随时可以提出意见。对对对，只要你有问题想问陈晓东的，都欢迎你现场来询问。那我们先请坐一下啊。好，来，请。好，好。我们马上要看他的一段影片，来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喝咖啡聊是非。飞东啊，听说你是香港的超人气新偶像，出道才两年就红得不得了，可以告诉我们你的优点吗？好厉害啊！厉害啊！口气不小，平时最爱做的是什么消遣呢、啊？打麻将啊，打打麻将啊。啊，那香港的传媒都说你是黎明的接班人，你认为呢？不喜欢？那你碰到黎明，你会跟他说什么？我祝福你跌倒在街上。他太狠了吧！那郭富城呢？有人说你们长得很像，有点像，感觉如何？我不喜欢。那你觉得自己像谁呢？洪荣宏。那他差太多了吧？那你的大师兄张学友呢？他怎么样呢？很骄傲。会吗？那刘德华应该不错吧？刘德华很皮。是，四大天王你没一个喜欢，人缘非常好的谭校长阿伦呢？很坏。哦，是。那我们来问问唱片公司的宣传大哥，你觉得东东取代四大天王的机会大不大？我觉得他的机会是非常大的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年轻就是本钱。东东啊，
和你一起出道的陈慧琳呢，她怎么样？说来听听吧。太开放。真的吗？你怎么会知道她这开放啊？没有想到你跟她这么的亲密呀、啊！陈慧琳，再合作可以。不对呀、啊，传闻中那个你究竟是跟谁拍拖啊？梁咏琪呀、啊。她是你的爱人。那梁咏琪私底下怎么叫你的呀？我说哎，小鸟过来。小鸟，那你有没有把梁咏琪取个什么昵称，像亲爱什么这类的？蜡笔小新、啊。蜡笔小新，我还蜡笔小蓝呢，哇！原来报纸写的都是真的。超哥，你们家偶像谈恋爱喽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嗯，隔了很久我们才知道。东东，你敢承认有女朋友，难道不怕歌迷反弹吗？无所谓，你还真勇敢啊！和梁咏琪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三岁哦，青梅竹马。那你一定知道梁咏琪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喽？很啰嗦那种。很啰嗦。身材呢？普通，有些大，有些小。有些大，超哥，你晓不晓得他们约会时都在做什么啊？他有时候会不太让我跟。哦，那意思是说你也知道一点点咯。梁咏琪和东东之间最精彩的对话是什么，透露一下吧。不行，再来一次。天哪，你们约会的时候太亲热了吧。如果我真的能够做得到就好了。哎，东东，每次约会你一定跟梁咏琪说为你怕扁。那梁咏琪又用什么行动来证明呢你们的此情不渝？去刺青，吃一个冬至啊。等等，听说梁咏琪有个男朋友，他到底喜欢谁呀、啊？啊，我。如果情敌出现，你会怎么对付他呢？抓着他。残忍的货真是情场如战场，借此机会唱首情歌给梁咏琪听吧。爱你就是每一颗的情歌碎碎。也许你会当家人来比拼。是，你在唱什么呀，东东？第一次来上喝咖啡聊是非，有什么感觉？来骂人的。你不打自招了，哈哈！今天被挖出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，下次还敢来吗？再合作，可以。咱们这段喝咖啡聊是非最重要的主角在现场，所以呢公信力是非常够的。四大天王他没有一个看得顺眼。糟糕了啊，糟糕了。为什么人家说你像黎明的接班人、其实陈晓东就陈晓东，干嘛要帮黎明下班要帮他接班，对不对？干嘛就当人家接人家下班的人，对不对？什么接人家下班？每次都接班接班，我就说人家是接人家下班啊，接班。你是不是希望观众不要拿你跟黎明互相比较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应该比较，有很多时候因为娱乐新闻他们是一个话题，那么讲话题以后呢，那其他的传媒就会 follow， 一直就谈这个话题。这个我也是替您顾虑到的。就常常有人拿我跟这个刘德华比，我这个很讨厌。基本上啊，我们人就是人啊，不应该互相比较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各位改到一个毛病，不要拿他跟黎明来比较。听说有人说你跟郭富城很像，郭富城很像。哎，我们不比黎明了，我们比郭富城。其实两个人长得都一样帅，但是矮并不是罪过。你不能拿身高来比呀、啊。陈晓东是真的很高。你要问他说跟哪一位女明星比较有夫妻脸，这个问题就不是八卦新闻了，大家就比较客观一点了。你们觉得他跟谁有夫妻脸啊？梁咏琪。恭喜。你跟梁咏琪三岁就认识了？不是，是入行以后才认识。入行之后认识。有没有拍过戏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啊，什么？其实因为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听导演的话嘛，一定要做好一个演员嘛。你可以不要听啊，听导演的话。奇怪，我拍戏都没有导演都叫我这样，给我分配的角色不是那个夏玲玲、就是什么蓝青梅啊。其实那个亲嘴那个 kiss 是很自然的。在那个剧本里面，他是演你女朋友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很多人说你们两个夫妻脸呢。
嗯，你们俩其实笑起来很像，对不对？你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嗯，哎，梁咏琪来了。喜不喜欢跟梁咏琪接吻？而且感觉怎么样？你这个问题让我佩服。来来，握个手。他跟我说跟梁咏琪接吻怎么样？喜不喜欢跟梁咏琪接吻？不能说喜不喜欢太笼统，我又教你问问题，请问一下小东大哥，你跟梁咏琪接吻爽不爽？这个一定要回答，因为小女生排队又这个站在外面晒太阳。其实也是拍戏就是拍戏哦，感觉有没有感觉嘛？啊，有没有感觉？感觉就是。啊，感觉到了，他的表情，他的表情已经回答你了啊，假货。好，各位有什么问题尽量发问啊。哎，我想请问东东，你几岁初吻？在什么地方？我十六岁。十六岁在车上？不是啊，在沙滩。沙滩上，嗯，对象是螃蟹结婚，对象是秘密，秘密。梁咏琪啦，今天我们陈晓东看他冷汗直流，来，谢谢陈晓东，谢谢陈晓东，谢谢。